打隼莲最大的问题是他一贴过来你就死定了，而且他还有一大堆远程攻击手段。唯一庆幸的是隼莲踩到地雷会跌倒，而且贝烙弹打他特别痛，一次跌倒的时间可以丢中两颗贝烙弹，伤害加起来接近10000，非常舒服。不过很可惜，隼莲被炸飞后会暂时产生抗体，需要一小段时间才能再次让他跌倒。这段时间内你需要用土炉或幻术火来对他进行火力压制，尽可能的逼他防守，然后再次炸飞他，你就赢定了。接下来说明一次流程。进场前先放护身符跟赤风符，然后在场地中间跟隼莲出现的位置前方设置地雷，弄好就站定点等他射完飞镖，然后他会踩地雷，两颗贝烙弹丢完拼命射土炉，1/3几率他放风刃你就免费射到爽歪歪。如果怕时间拖得不够久，就放一张幻术火逼他防守，利用这时间可以再补放一个埋火，然后他就死定了。战斗胜利的原则就是把敌人带进你写好的剧本，但如果对方不照剧本走，就要采取应变措施。比方说你火力压制他的时间不够长，导致他第二次踩到地雷时没有跌倒，这时候就要在逃命的时候找出空档释放幻术火逼他防守，然后赶快设置地雷，然后如果又没炸飞他就随便了，我已经自暴自弃准备重打一场了。打完隼莲后会随机获得制作书跟秘传书，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才把3张制作书跟5个秘传书刷齐。以上孤狗姐姐配音，后面附录一些杂七杂八东西。881接下来我们来看忍者的3个技能，火炎龙术，然后风刃之术，还有那个重波弹之术。先来试一下火炎龙术，这个要站远一点，一发伤害大概9100，然后跟一般的幻术火比的话，一般幻术火是1300×5×3，我在讲什么？1300×3，但是幻术火的优点是对方经历0的时候，他伤害会再加5倍，所以幻术火还是比较强。然后接下来看那个重波弹之术，他释放的时候会把对方弹开，这一招不能挡。像这个抓技也可以弹开，然后再来，它弹开之后那个光球是会贯穿的，所以它可以打直行的。我为什么被抓到了？然后这个风刃术也会把对方弹开。再等一下。其他招式像这样也是打断他的，只不过这一招伤害比较小，因为他是对付近身范围的小怪。接下来看手甲跟太刀共用的武技范若刚，先把对方的精力打爆，打爆之后抓起来，往下把它摔成智障，这一招蛮帅的。接下来看白虎连爪这个技能，它必须装备手甲钩才可以使用。手甲钩就是这一种，手甲上面有钩子的这一型才可以用。然后使用一次，先放攻势拳，然后再连按叉。最后这个是普攻，一下、2下、3下这样子，
那也可以按快一点。找怪物试一下，见面就先被砍。帅帅帅！再砍一次，先退后。但后面挥出来的应该不是，然后再来打妖怪看看。他后面几下经常有挥空。方向比较怪异。好，那这一招大概就这样吧，我不用再慢慢研究了。接下来我们打三场龙之一族。进场先放 buff。然后放两颗埋火，再来他跌倒之后丢两颗贝烙弹，然后苦无连射，一直射他，这边闪避，再继续射苦，然后苦无射完丢一个幻术，再来就引他过来踩，竟然偷打我，好卡蹦。两颗贝烙弹就送他回家，这样这一场很顺利，都在计划里面。但他也有可能脱稿演出，不按剧本来。我们看后面会不会遇到？然后第二场，一样放护身符、夺灵符、赤风符，再来埋火放两个。好，准备卡蹦。丢完两颗贝烙弹之后，苦一直射。他也太爱躲了吧？那在苦射完放一下那个。五味之火，然后等他过来。我闪太早了。好，再丢两颗贝烙弹，然后没死的话，只好再放第三个，放第三个那个。等一下，先，他跌倒了。这一次他应该算意外跌倒吧。这一场，发生很多意外。然后接下来打第三场。进来之后一样，护身符、夺灵符、赤风符，然后放两颗埋火，希望这一场会顺利。两颗贝烙弹，再来苦用力射，然后躲掉，再放幻术五味之火，继续把苦射完。
一直那个算了，反正拖到时间差不多，觉得伤害也差不多，就这样子。应该自己看情况判断，不难吧？然后再来，我们看装备，就是加藤鹰全套，这样六件。然后背甲的部分，洗出这个背烙弹的伤害，加 12% 就更好，那加 11% 加减用没关系，这很好洗。那其他的磁条无所谓，打它就这样子随便穿。然后配件的部分一样，找那个有冷速速力的饰品配件，然后洗出这个背烙弹的伤害。数字没关系啊，随便啊，反正这个也不是每天要打的。再来守护灵猫鼬，然后看角色面板，等级120，咒30，人90，之后其他的数值随便你，反正看你想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吧。然后这边忍术速力699，再来，身上的话，背烙弹的伤害总共 41.7%， 里面有 6% 是那个忍者技能里面的。这边背烙弹伤害加 6%， 然后背烙弹点满，这一定要的，还有埋火点满，五味之火点满，这边还有个加火药盒，背烙弹上限加1，然后这边打剑法3点满，点满会加你手里剑跟苦无的伤害，加 10%。然后连续手里剑一定点满的，再来这些应该不用讲了吧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忍具心得，忍术容量加5，点满点满。奥义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把这个阴忍之极致设置上去，设置哦，要设置上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